都没发片，然后这段期间其实我一直在写新歌，然后也很想要唱，但是就是为了这张专辑，所以筹备了很久。然后啊，在这过程中，我看到很多我的歌迷也跑去看别人演唱会 ，OK 了，其实非常 OK， 对，因为我也喜欢很多人嘛，对对对。但如果说歌迷的话，我只喜欢你们。我也跟你们坦白一件事情啊，跟你们聊一个东西好不好？就是我以前啊，我以前一直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自从上次看到师兄的演唱会之后，我发现少穿一件也蛮重要的。这首歌跟我就是连续这十几年来每天晚上都会在我的 Facebook 跟大家说晚安有关。对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就是我当初一个就小小的玩笑或者承诺，就说啊，以后我们都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好吗？然后我就这样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跟他说完，就这样连续，十几年。那这十几年呢，也有些人常出现在我面前，有些人偶尔才出现，然后有些人是，他会跟我道别，有些人会跟我道别，我的歌迷跟我道别说，接下来我要去某个地方念书了，可能会三四年。都看不到你，晚安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希望这首歌可以让每一个心里面有想念的对象的那个你，然后可以把他们的好、他们的美，永远记在心里面。就像我也把你们对我的好，永远记在心里面一样。这首歌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歌，所以如果你们会唱的话，可以。跟我一起唱，叫做《说一声晚安》。可你忘记我混乱的时候，如果你忘记我也怕害怕我，我依然在这，守护你的梦，说好的回忆不必保存在心中。如果你
都是